鹿野分驻所辖内主要道路为台九线，行经市区道路仅有3公里长。原先行政机关店家住户集中，再加上外来旅客的汽机车涌入，使得原先就仅有双线道的市区道路更显得狭隘。警方有鉴于此，在上下班尖峰时段编排道路及市场整理勤务，劝导违规临时并排停车及摊贩，以劝保减低交通事故发生率，维护用路人的安全。